好，今日同大家讲下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，其实系想透过呢首歌咧讲一啲 harmony 吓，咩叫 harmony 咧？即係 harmony 中文即係和聲啦，其實即係包括咗 chord 啊，或者一啲 voice leading 啊，或者一啲 voicing 嘅嘢，即係總之係同和聲學有關嘅，我哋叫 harmony。咁 chord 係其中一部分嚇。咁譬如佢呢首歌一開始咁，我用一個最簡單嘅彈法示範一次先，佢係咁嘅。坐在寶座上尊貴羔羊，唔好留意歌詞，睇住我彈，專心啲嚇。我們夫婦敬拜你。留意到啊，咁我唔需要再重複講咧，即係當你低 B 咁啊，坐喺 C， 跟住鼓掌聲，跟住係 G， 我諗唔使啦，你慢慢睇多幾次，你會見到。咁佢啲 chord 基本上就係 C 啦啦啦 ，G 啦啦 A 咪啦 ，E 咪啦 ，F 啦 G 啦轉翻 C， 跟住 F 轉 G， 跟住 E 咪啦 ，A 咪啦 ，D 咪啦啦啦啦轉翻 G 或者 G 7。咁點樣彈得複雜啲呢？因為呢啲 chord 太悶啦，同埋其實佢都係太標準啦，真係太標準啦嚇，就變咗你成日彈啲歌咧，你覺得好似首首都一樣嚇，因為我哋就係稱為呢啲，哎呀嚇，我哋就係稱為呢啲歌咧，就好似有啲即係太過標準啦嚇。咁我點樣樣將佢加啲呢？首先第一件事，你一定要識得 descending bass 啦嚇，你睇翻我哋其他好多片都有教 descending bass， 即係你 C。跟住第二個 G 咧，你係要 G over B， 你要彈五線，令到佢個 bass 啦咁樣樣。跟住 A minor， 跟住 E 本來係 E minor 嚟嘅，我會將呢個 E minor 咧轉做 A minor over G 嚇。OK， 咁然之後咧，嗱有同學就問：咦，點解 E minor 可以變 A minor over G 嘅？嗱，同學，我唔係唔想解釋你聽，但係即係我解完呢個咧，條片就要去到十幾分鐘都未講得完，講完你可能都唔明嚇，咁所以咧就唔喺度解釋啦。如果你真係想明嘅話咧，你依家伸隻手入褲袋，攞個電話出嚟打去我哋吉他 concert， 你報名去學個 course 去問下老師啦嚇。依家好難解答你嚇，講翻啦，所以 A minor 跟住我會轉 A minor over G，OK，、okay? 跟住。我就是 F 啦，我们夫妇敬拜你。本来呢个就是 C chord 嚟嘅啫，吓咁佢本来系 F 转 G 再转翻 C 吓，咁我会点做咧？我唔用呢个 chord 太老土啦吓，我会 F 转 G 的转翻，本来个 C 咧我变做 E minor seven flat fifth， 你再加多个 A seven。跟住下一個本來 F 嘅，我轉去做 D minor seven。是是在今，在以後永在。哎死啦，轉咗好多 chord， 我再慢慢講一次啊。嗱，即係本來咧，我係 F 啦，即係我們夫婦敬拜你。嗱，呢啲超級標準 chord， 本來 F G C， 然之後是就係 F 嘅嚇。咁我點咧？依家呢度就轉咗。我繼續 F， 問負負繼續 G， 前擺呢個 C 咧，我唔用 C， 我用 E minor seven flat fifth substitute 佢嚇，係咁撳嘅嚇。四手指一線三格，三手指二線三格，二手指三線三格，同埋一手指四線二格。OK， 即係簡單啲講，你見到好似一個直線咁，即係撳曬第三格，然之後一手指撳埋第四線二格嚇。呢、這個就叫 E minor seven flat fifth 啦嚇。佢有幾個名嘅，佢可以叫做 E 嘅 half diminished seven 啦，或者叫做 G minor over E 都得嚇。好啦，咁即係 F G 跟住 E minor seven flat fifth， 然之後咧，嗱唔好咁快轉翻正常 chord 字喎，你一定要配合一個 A seven， 即係呢個 E minor seven flat fifth 配埋呢個 A seven 咧係絕配嚟嘅，喺呢個情況。咁之後咧你唔可以去 F 㗎啦，原本係到 F 㗎啦，跟住我就要轉 D minor seven。你先至可以解決到頭先嗰兩個和弦。聽下啦，話 F G E minor seven flat fifth A seven D minor seven， 跟住咧去到呢度開始咧，其實就緊接翻落去啦。即係原本呢度就係 F G 咧 E minor A minor， 其實就係咁緊接落去。不過你嘅 F 咧用咗 D minor seven substitute 咗，哇，好似好深咁啊！今日嗰啲嚇，所以你都唔好明你。跟住彈咗先啦，彈熟咗你先再嚟問我點解啦嚇。咁啊 ，D minor seven， 是在今，在以後永在。好，
好，我從頭示範一次，即係講咗咁耐咧，其實都係講咗三個 chord 啫嚇。不過你要苦練嚇，好，我試一次啊。坐在寶座上，尊貴高雅。啊，同埋呢個 A minor over G 嚇。我們夫婦敬拜你，死在基督。我忍唔住講埋呢個，唯有你是全能真神，應該加個 B flat 會好啲嚇。OK， 你自己參透一下，最緊要練咗我頭先講 E minor 7 5 5 A7， 跟住去 D minor 啦。好，加油努力。